到啦，今天到太平老街车博，这边叫做一抹红趣，我们在这边吃宵夜，这边开一盏灯，然后这边也开一盏灯，可以吗？软了吗？好，吃宵夜喽。使用它的人，好起来，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到太平老街逛一下喽，这边。是不是太早了？还感觉没有很热闹。西边，你在哪里？这里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太平老街。自己喝看看，看好不好喝。弟弟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吗？你觉得淡淡的？这个真的很厉害，不知道从哪里骑脚踏车上来的。妈妈爱吃脆梅，我们吃脆梅很好吃，可以放一年了、哦。太冰了。来了啦，来了啦。来，小公主来。来，帅哥。这个得金牌奖的啊，这一个80岁的老师傅做的绝不碾压。这怎么卖？这是野麦。啊、我说怎么卖？我价钱哟。哎，对，全部价钱都一样，三包就是便宜100块，三包500，随你怎么搭。阿妹自己在这边哦，撕掉就没有了。哦，2022。哎哎哎，六月很好。8月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哦，那你要再多挑一个顾眼睛的。哇，一个茶叶香肠。喜欢的话，2包150。好吃啊、哦！看他们喜不喜欢，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是笋尾。这笋尾跟笋皮。笋皮。这个真的还好，观光客吃的吧。来吧，帮我拿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番茄2盒50，哎，好便宜哦。这真空。太平老街。我们现在到了太兴岩步道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茉莉花，不要跑，等一下会掉下去哦。这个跌倒就是一直往前滚了。小心哦、嗯，这里地上有点湿，有点滑、哦，而且还有青苔，它会滑倒。对，所以慢慢走。小哥超过我了。这里还蛮干净，蛮舒服的，刚好今天也都没什么人。走慢一点。我停不下来。你停不下来，我等一下看你上坡停不停得下来。等等我。啊，我们终于走回到停车的地方了。这步道其实还蛮推荐大家的，其实不远，来回大概1公里，其实还不错，还蛮漂亮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 view。
我们要准备去下一个目的地咯，奋起湖见。我们到奋起湖啦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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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往前走，沿路上来也有很多的樱花。我们在奋起湖老街，哇，外面又在下雨了，这里还蛮大的啊。走啊，我们来看樱花咯，樱花在这边。太高了吧，哈喽。这个超多人在排队，甜甜圈。这甜甜圈很多人，我们也来排一下。就慢慢走吧，走走走。你女儿说她要吃爱玉啊？可以啊。我们去找一下手工爱玉，在这里好多人都在卖爱玉，去吃一下手工爱玉。要不要？对。好。看起来就是这个最值得吃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去住的地方。走喽！我们今天住的是 R326， 在三楼，然后它盥洗的东西全部都是放在这边，马桶跟洗澡的地方是干湿分离，它还有一个小浴缸，洗发跟沐浴乳都是同一罐，都是他们自己的品牌。这边一样是两大张床，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办公桌，有一个台灯，办公桌再过来这里就有一个，这个电视看起来也没有很大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个保险柜，这边是他的置物架，这边还有他的一个小冰箱，里面是空的，这边也还有一些茶包跟开水，旁边还有一个热水壶，他这边还有附一罐是泡澡用的盐。洗手台这里有一个肥皂跟一个护肤乳，然后还有四个杯子。来外带咯。走咯走咯。吃早餐咯。我们现在要去加大昆虫馆。蜘蛛跟马路都不是昆虫，这是什么？它应该就是当尸体开始有一些
腐坏的现象就会出现这些动物。这个是蝴蝶，这个是蛾，有没有人知道蝴蝶跟蛾到底差在哪里？帮我下面留言。这个应该就是台湾最常看到的蝉，雄蝉，男生才会发出声音。高冠变色了，我开在动了。认真在听解说。手指头可以这样伸出来，可以摸看前面这个部分。可以摸吗？他说好像脚不要摸。他是活的，活着的。他是活的，摸背就好，不要摸脚。哇哦！要拍其他。好了，摸一下。好粗。不要碰到他的脚哦，超大只的。弟弟有很大吗？要拿好哦，对。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，好，拿好，拿好哦。耶，你们两个好厉害哦！我们现在在等一个外地人来嘉义，一定要吃的，我们也没吃过，就吃看看。但是人潮超多，这边林聪明砂锅鱼头，我们是下午三点到了，现在三点半了。来的时候号码牌是已经来到了230号，然后我们抽的号码是289号。快四点了，要轮到我们了，前面只剩下3号而已。走喽，终于换我们了，289终于等到了。这个是猪心冬粉，砂锅菜加鱼肉，一人份，火鸡肉饭，还蛮小碗的。三色蛋，这个是太阳蛋，小白笋是招牌，可是卖完了，我们都改点这个玉米笋。这个是鲨鱼烟，这个是火鸡肉切盘，红茶是冰的。等了快一个小时，终于换我们了，开吃咯。